和女领导住一个员工宿舍，准备睡觉时，没想到他爸来了。这都要睡觉了，叔叔来干啥呀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突然说要来。来就来吧，那我去准备点水果啊。不是，我爸他是那种比较传统的观念。啥意思？他不知道我这屋有男孩一起住。不是，那咱俩不是一个屋啊。那我也不能出去住啊！你赶紧的，干啥呀？不是，我干啥？我啥也没干，我操！我有鞋搁门口呢。别说话。后躲着干啥？吓我一跳。那躲哪呀？那给我吓我一跳！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有病啊，啥时候能不闹了不？还闹？猫哪呀？这能猫住吗？水管修完了啊，那个我先走了啊，行，那啥，嗯，我那会儿钱一会儿再行，提台上结，行，不用送了，好。这咋整？去哪儿了？